盘点突如其来的尴尬瞬间。我是基督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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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基督教。你讨厌谁？刘德华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叫刘华，他们都说我缺德。什么？高兴认识你。你高兴的太早了，真的。或者还没扎完呢。马上好了，九个，留下。Later。可算扎完了呗。大夫，你是姓李不？为啥姓李呀？李时珍呢？我这满手啊，哎呀，太遭罪了。不好意思，哥，你好好休息吧。你渴不渴呀？真的给你开一个西瓜吃吧。真的喂你吃西瓜。誓将福心中，一刀一断功夫已了。Excuse me, miss. Please don't. I have a boyfriend. I was just trying to tell you, you have a flat tire. I wanted to help you change it. Oh no, will you help me? Get your boyfriend to do it. 加油！加油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外面下着雨，犹如我心血在滴。爱你那么久，其实存在。什么天气预报啊？小心，台风就要来喽！有病啊你！接水的时候，啥毛病？不要吓我一跳。做饭的时候，这回好像缺了点什么。这还不够明显吗？